大家好，我是迪丽热巴。今天呢，我就带领大家来参观一下我们新河博物馆。我们新河博物馆呢，有1083件库存文物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一些什么吧。 在6年之前，我大学毕业回到了我的家乡新河。去年10月份，政府招聘的网站上得知了博物馆的招聘信息，经过充分的准备后，成为了博物馆的讲解员。看一下这边展柜里都有一些什么文物吧。这件铜符呢，是国家三级文物。这件呢是戴尔陶符，它是一件沉水器具。 现在我们来到的呢是汉唐重镇部分了，在东汉时期，西都护府呢迁到了我们鸠兹他前城，也就是今天的新河县了。在这边呢，为大家介绍2件非常珍贵的文物：汉徽一敲掌印和李崇之印了。它们呢都是出土于我们新河县乌什喀特古城的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 当当当当，怎么样？我的衣服好看吧？为了介绍我们唐朝部分的内容呢，我特意换了一身唐服。在公元658年，安西都护府呢从西周交河城迁到了我们鸠兹地区。我们来猜一猜这是什么？这件呢是我们唐代时期的大陶瓮。这件大陶瓮的腹围呢是 2.75， 高1.2米。 重120公斤哦。管理浓厚的历史气息，把时间的指针悄悄地回调。我在工作的同时，也在不停地思考，人的一生只是历史长河的短暂一瞬。虽然历史不可以更改，但它却可以指引我们的现在。